哦，嗨哟，杰坤，我们今天来玩我们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玩的 Minecraft，现在已经版本已经是1.19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开始地图吧。我们既然到里面的世界了。OK。哦，没错，我们其实还有一位人要来玩 Minecraft，那就是阿里。啊，我怎么在树上啊？哦，哎，你后面啊，哦不要再 OK 了，好不好？好，，OK。那我们来开始我们的游戏生存吧。OK，这里有蜂巢哎、欸。哦，他不是打掉？鬼刚儿，好啦，先露宿了好不好？那个，等一下晚上前要那个啊，这边就一样嘛。哎、欸，它有新的合成方式，那我们就点新的合成，好像比较快速。先做把木稿，为什么把它各自挖？我不知道啊。怎么感情这么不好啊？哇，石器石，哎，给我点石头，我就不做木稿了。哦，好啊，不要，你想做自己挖，哦，天哪，不要啊，做了木稿浪费时间啊。好啦好啦，你就等我挖多一点嘛，那你先给我3颗石头嘛。你来找我领嘛，奇怪了，不然你在哇，哪都不知道。哦，我操，嘿嘿嘿嘿。拿去，你要的都拿走。你要的全拿走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哦，对的。为什么你没反应呢、啊，我知道接，你知道，我知道接下去唱的意思吗？啊？我挖到你刚挖的地方了 啊？可是好暗哦，以前有这么暗吗？就是这么暗啊！那好像也不用再挖了，我们知道，你挖石头，我砍树。我们是应该来个目标，什么目标？我们目标？有时候用斧头砍死你之类的。啊，不不不，这一定不是什么好的那个。哎，我们先去找村庄啊！现在的版本不是要去找村庄吗？是吗？哎、欸，对笑啊，主猪。拿那个啊，干草捆啊，就会有一堆那个。啊，跑开了！为什么要跟我抢？我去！哎、哦，跑很快。欸，你给我等啊！米罗夫之杀人魔！算了。哎 欸，甘蔗哎、哦，欸，在甘这里，蔗我们要收集一下，甘蔗蛮有用的啊。以后非常有用啊！虽然不知道他有没有新增什么新的甘蔗可以做的。嘿嘿，不爱。哦，哇，木头小偷哎、欸！哎，那个石头是我给你的啊，我接收一点木头应该很合理吧？哇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要往哪里去？哦哈，我要死掉了！我们先去找村庄啊，那个甘草捆，这样就可以解决粮食问题。好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这有历史哎、欸，我带个几颗走啊。甘蔗 OK，帮你啊，我，加速了。谢谢你哦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们要全程用跑的吧？那里有羊，那里有羊妹妹。哦，我们可以睡觉了吗？嘿嘿，羊妹妹，哎、欸，羊妹妹，快跑，变态叔叔！嘿嘿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啊！这个是什么声音啊？
哇，那边是白桦木林诶。对啊，这边漏水，补一下。酷哦，现在白桦木都那么高哦。有吗？那么高一颗。哎，对，我怎么？整体看过去不一样诶，是不是有改啊？都已经很多个版本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的水是怎样？怎么生成都怪怪的，都在漏水。看怎么下去？哎，这里有猪猪，猪猪，还有牛哎，可以砍牛了吗？砍啊砍啊，反正这里啊，我二刀走不动了。那我看来我们要，哎哎，别跑，哎，我在帮你砍牛了，哎哎哎哎，哎，好难砍的、哦、啊。你姐，你有八颗吗？你有八颗吗？有。好，那、啊、你有融入石头够吧？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你就自己做吧，我只有五颗。够。可是我们没有烧。哦，有。嘿，哎、欸，啊！你直接这样烧哦？你不先烧木炭哦？哦，先烧木炭。对，你可以先把你刚刚木稿丢下去烧一颗木炭啊，然后再用一颗木炭烧出八颗木炭，然后再用木炭烧出肉啊。哦，没事，先烤两片，先那个吧，吃一下、啊。先烤两片压压惊。对啊，哎，你会给我一片啊？我要全部都你吃。哎、欸，你全部吃掉、哦。啊，你加油哦！我继续找村庄啦。哦，你太狠。不是啊，这怎么烂地方啊？全部都是海。看来我们要出海了。那、啊、我们该不要做？好，那我先做一艘船好了。OK， Go Go Go！ 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马上遇到海豚，啊，这是个好征兆啊！哎、欸，有岩浆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是岩浆吗？这是什么？那是那个、啊，要按续蛇在上面才不会被烫那个、啊，岩浆块是吧？没错，白杉木是不会有村庄啊。白桦木，又有海豚。滚！哎、欸，又有海带了。哎、欸，它在跟着我们哎、欸。是啊。而且我们不是会海豚不是会把我们带去什么地方吗？有吗？有这回事吗？有吗？它并不会带你去龙宫好吗？我的头中了一箭，你的头，我这哎，一人，嗯，那个，快跳第一门，哎，对，它是有它的名称啊，还是就是坏掉地狱门，就坏掉地狱门吧，有金砖哎、欸，还有宝箱。哎呀，我怎么被一个小方块卡住啊？来开箱了，哦，有两件装备，你要头盔还是裤子？小孩子来做选择。哎，至少给我一个吧。哦，他、啊、怎么已经？那这个挖不走啊？哦，对，我们没有铁镐。不、哦，这边挖过去一个村庄都没有。哦，哦，还好，还有至少还有路可以走，好不好？还有路可以走就有希望。不要又是海啊！然后找到马儿，哎、欸，有村庄，哦，我看到那个火把了，有了村庄。这是僵尸啊！啊，僵尸，僵尸村民，这里有僵尸，为什么还要摇头、啊欸？为什么是沉尸啊？哎呀，这村庄是有点小，这村庄是不是有点小啊？独居，打不开，他是独居老人哎、欸，藏宝图，可是，这个村庄只有一位村民跟一栋房子。